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大家平安。今日我继续甲大家来讲上帝话。今日即个爱讲耶稣。即个对耶稣具有两个属性。第一，佢系十足的上帝。所以佢系有万全的信心。但呢，即个一啲耶稣曾经来到世界上，所以佢系十足的人。所以佢系万全的人，佢就人万全的人性。即个今日先来思想，就系关于耶稣佢系十足的人，就系佢系一只万全的人。即个从咩开始看呢？就系从耶稣佢出生的事情来看呢件事情。耶稣佢咩突然间从天上就跌下来嘅吼？佢系。即从玛利亚嘅一个肚腹啊，怀孕救仔日子后，真生出来嘅一只红阿子啊。佢系二千年先知预言讲嘅，就系有一只童女爱怀孕生出一个孩子，喊作以马内利，结果真实咧，就用玛利亚诶。杜甫怀念生出来，喊作耶稣，就系四千年的救主，就系隔年同差的以马内利。所以即个看见耶稣，佢系一只万全的人。当然呢，佢唔系经过夫妻结合所生出来嘅，那系心灵感通玛利亚，用一个杜甫来。将耶稣生出来，耶稣佢系一只真实的人，佢有一只每一只人嘅人生嘅经过，从怀孕、出生、生年、状态，直到成年嘅时间，耶稣佢成为人啊，其实呢系一只很奇妙嘅事情咯。当咪呢，因为其实。佢盼望成为人之前，佢都已经有咧。圣经讲自家啲嗬，自超万万物望创初之前，佢都已经有嘅啦。所以圣经讲，太初就有了土，了土就系耶稣。结果嘅土就成咧肉身，来到人间，住在自家当中。所以呢，圣经啊讲自家啲啊，自家人从来系唔识。见过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灵嘛，上帝是太贵太了，这个不可能是看得到的。但是呢，以下因为耶稣来到这个当中啊，这个就可以看见里面的上帝，接着耶稣哈，看见两个上帝。圣经讲，就是耶稣，佢将上帝的荣光啊，表明出来。还有这个恩典。还有这个恩典，还有。嘅经历啊，佢就显明出来咧。即个啲嗬，如果即个看过去嘅历史，上帝佢常常用唔同嘅方法嚟向人显明佢出格。比方嚟讲，救咗嘅时候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上帝就用天上嘅两个云柱嗬，还有两个云火柱嗬，嚟显明佢嘅一个子民同差。然后呢，就会佢家。喊啲石咧，人嚟起咧嘅灰木啊，是咪叫人嚟到嘅碑嚟敬拜上帝嘅地方？敬上帝嘅地方。上帝啊，代表上帝嘅同在嘅地方。但系摩羯将喺比耶稣破神肉身嚟到这个人间，系最清楚明显咧，把上帝显明出来。所以圣经讲啊，过去佢用。很多的先知，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方法来讲有关上帝的信息，但是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他在人间出现，就表明万全的上帝。上帝借着耶稣将他最清楚的表明出来。所以啊，这个经验虽然这个看不见。上帝，但係即刻可以
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认识这位有真有法的上帝，这个可以凡事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这个敬拜耶稣就是这个敬拜这位有真有法的上帝，这个祷告祭，这个仰望祭，这个祭动，这个来到耶稣面前，这个就会来到天父的面前。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吧，是有这个也看见因为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，所以证明啊，耶稣是在历史上真实的人物，就是有真迹的啊，历史上有真迹的人物，耶稣不是一个传说，不是神话，不是一个神话，耶稣是真实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位的人物，在巴勒斯坦的天行过几人所行的路，去吸过几人所吸的东西，哈。他记得穷下海，他记得穷下海，哈。也他记得经历几人所经历的一切，所以这个相信这个所信靠的耶稣是真实是真的，因为他是真实的，因为他是真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对这个来讲非常的重要嘞，师父可以讲的哈。因为耶稣的真实曾经在历史上出现，对这个有蛮一个实际的意义和帮助。那对这个最实际的帮助的意思，就是因为他失踪了，所以他就要体谅这个人。所以这个就低了，你要送的不会过过在天堂，买都不低的，他恩心结给恩慈爱啊，但你自己这个啊，恩真啊，不明白这个人所面对的生死，耶稣的释法才是的好，所以他就明白这个人，他明白这个人是样样的，是吗？这个需要释放，需要释水，需要休息，所以没这个需要做工，增效发落去，他就明白这个人的情况和事业，很有吧，这个人要不要有力的吧，要不要怕的，要不要面对很多时间不对的事情，因为这个人有限，是吗？这个有时间的限制，这个有空间的限制，所以这个也很多有力，因为这个人有限，所以他经历了他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挣扎啊、游历啊、各视角，但是最贴切的，因为他是上帝，所以继续来帮助这个，继续来帮助这个，救这个脱离一切一切的问题。比方讲，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节啦，每集有骗人带到他面前，他就要自己继续。帮助黑暗的看见路，脚啊，无黑暗要行，瘫痪呢要起来，要翻行，还有买票都好，他要自己的，所以他不单单的明白，但是他有能力来支持，来帮助，来帮助，还有每个丧礼啊。是迄个人啊，呢度耶稣见到天出复活咧，见到天出翻身，见到天出唔会死嘅，所以耶稣佢唔单止系明白，佢一叫即个脱离即个一切一切样样，所以先见讲啊，因为你就已经去到天堂嘅太子时，佢曾见庄严。他就按体谅这个人样样，但是他跟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没犯罪，他是没犯罪的，他没犯罪就是他跟这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真的要救这个，救这个，所以他不是一直催眠救催眠，但是他是一直心结心结的上帝，完全的上帝，但是他要救这个，所以圣经讲，这个就叫来到佮面前向佮求，因为佮是体谅的，所以佮知佮听出同这个祷告，佮听出爱来叫这个，
也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四到十六节所讲的。这节人讲，我叫基督要入位已经去到天邦尊荣的太子时，就是上帝的子子耶稣，所以自家就爱持定所承认的两个托。因为我叫的太子时啊，其实能够体恤就体谅这个软弱的。是啊，也能够反思经过了试探，甲自家一样，一天呢，其实无放过罪的。所以自家就自觉，表白来到嘅面前，来到嘅施恩嘅无错前。是自家能够得出怜惜、蒙恩惠，并且呢，随时都得出帮助。自家今日学习了一个非常宝贵嘅功课，就系自家认识耶稣，其实十足嘅人，其实一只万千嘅人。所以其后明白这个，其后明白这个，但是因为其后上帝其一后来帮助这个，并且呢，其就会把上帝显明出来，是这个在耶稣里面这个就能够认识你会有真有法的上帝。所以看到耶稣，其实这个就是看到上帝。这个来祈祷，感谢主，今日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学习圣经宝贵的功课，我们今日明白了耶稣是一位十足的人，上帝既然来到我们人间，为着爱明白，为着爱体会了解我们人世界上所面对的一切，我们祈祷耶稣无买事情我们人所经过的，而是无经过的，所以你是非常的低托这样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要低托你是无吹的，你是心结的，所以你将能够帮助也能够救我们。今天我们爱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爱依靠你，我们爱相信你，我们爱得出你随时的帮助。耶稣啊，我们说爱来敬拜你，我们爱仰望你。如果今天在当听这位当中有到可能面对一些的忧虑、惊怕、身体的软弱，或者买私教，我们也爱带到你面前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明白，你也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。我们要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